者装饰鞋台北报道，菲律宾 ANILAO 的海域中生活着不少稀有海中生物，由菲律宾观光部和菲律宾航空共同的 BATANGASMABINI 举办的第五届 ANILAO 水下摄影比赛，将美丽海底世界透过相机镜头巧妙捕捉即展现在大众眼前。而此次摄影比赛的得奖作品也有来自台湾参赛者的摄影作品，有世界杯摄影比赛之称的 ANILAO 水下摄影比赛，将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的173位潜水者和水下摄影师聚集起来，展示海中生物的丰富及多样性，并将该地区推广为世界级的潜水圣地，适合世界各地的潜水者。菲律宾观光部部长 WANDACORAZONTULFOTO 表示，菲律宾的水域坐落在珊瑚礁大三角的中心，仅需一次潜水就能发现超过488种珊瑚品种，超过2800种鱼类和5000种软体动物，也期望借由水下摄影比赛向世界展示菲律宾具有潜水市场的发展潜力，同时推广海洋生态系统的保育。此次摄影比赛涵盖多项比赛项目，在捕选相机组别的微距、超微距项目中，荣获第一名的是来自台湾的吴永森，他将海中常见的甲壳类利用特殊的打光摄影技巧，把平凡的生物拍出令人惊艳的样貌。在鱼类小象项目，来自台湾的严文志以一获有着独特尾巴的鱼的摄影作品抱走了第一名。在新的头足类小象项目中，第一名颁给新加坡的 LILIANKOH， 其奇特的照片巧妙捕捉的软丝移动时的影像。来自台湾的严文志和江佩奇则分别赢得了第二名与第三名。另外，今年特殊类别新增水射新手鱼难度较高的黑水摄影项目，水射新手奖项由美国籍的 RYANEERT 获得，而黑水摄影则由台湾的吴永森拿下唯一的奖项。 Annual 水下摄影比赛的鱼类小象项目，第一名得奖作品摄影师为来自新加坡的 LILIANKOH， 菲律宾观光部提供 ANILAO 水下摄影比赛的头足类肖像项目，来自台湾的严文志获得第二名，菲律宾观光部提供 ANILAO 水下摄影比赛的头足类肖像项目，来自台湾的江佩奇获得第三，菲律宾观光部提供 ANILAO 水下摄影比赛的不限相机组别的微距超微距项目，第一名得奖作品的摄影师为来自台湾的吴永森，菲律宾观光部提供 ANILAO 水下摄影比赛的黑水摄影项目，台湾的摄影师吴永森拿下唯一的奖项，菲律宾观光部提供。Thank you.